嘿，我小船。这期影片的主题是 Clubhouse 使用报告是什么，怎么玩，适合谁。一开始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有 Clubhouse 的邀请码了吗？最近呢，这个 Clubhouse 不是爆红的很厉害吗？因为马斯克呢前几天在里面开了个房间，公开做了次演讲，所以一下子火了一大圈。所以目前大家都在找这个 Clubhouse 的邀请码，恨不得都进去看一下是怎么回事。前几天呢，我也拿到这个邀请码上去看了一下是怎么回事。我没有开房，不是那个开房，是 Clubhouse 的开房，一直呢都在默默的潜水，然后听别人讲话。两天下来终于搞明白了这到底是什么玩意，无论是好还是不好的方面呢都是挺有意思的，想想挺后怕的，所以就尽早拍部影片给大家介绍一下。看完这期影片的好处有三点，第一点就是你会知道 Clubhouse 是什么，它为什么火，第二就是 Clubhouse 的好处和坏处，第三就是适不适合你去玩。至少在2月7号拍摄的当下， YouTube 好像暂时没有这个信息量的使用报告和心得，如果你对 Clubhouse 感兴趣的话呢，记得看到最后了。看完这部影片之后，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启发有帮助的话，那个时候记得订阅哦。首先我们说一下 Clubhouse 到底是什么吧。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只能用语音，不能用视讯，不能用文字交流的一个社交媒体平台。再简单一点说，就是语音聊天室。你可能现在觉得啊，那不就是聊天室吗，以前都有啊，可别这么说，至今为止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东西。这个 Clubhouse 是2020年春天的时候在美国诞生的，然后在2021年的1月份开始在整个亚洲地区爆发性的增长起来。那到底是一个什么 App 呢？我直接用手机开给大家看一下吧。那这个呢就是 Clubhouse 的首页，一打开的时候是这样的，然后这个每一个小框框就是房间，然后我们随便点一个房间进去看一下，上面的这一圈人呢就是发言者，然后中间的这一群大家看到吗，这个什么 follow by the speaker， 这一群人呢就是发言者在追踪的人，然后最后后面的那一排 others in the room 就是其他的听众。这样一个房间里面明显的分了三群人出来，然后头像旁边有蓝色标志就是发言者兼主持人，下面的这些听众如果想要变成发言者的话，点一下这个手掌的这个标识，然后主持人会考虑批不批准，如果批准的话，听众就会跑到第一群这个发言者里面，可以跟其他的人一起聊天。但其他听众呢要不要听也是自由决定的，随时可以进来随时可以出去那样。然后每一个房间你看这里都有一个固定的话题，最后呢这些房间是怎么筛选出来，就取决于你关注的人，你关注了谁，这个 app 就会给你推荐正在关注的人他们参加的房间给你。所以如果你对什么感兴趣的话，那你就去先追踪那些同属性的人。那为什么这个 Clubhouse 的话题性这么强，传播力这么高呢？这也是这个 app 目前最大的特征。第一，这个 app 的用户是完全邀请制的，也就是说你得先从现有的用户的手上拿到邀请码你才能进去，没有邀请码那你就进不去了。第二个特征，只能 Apple 手机用户才能用。第三特征，只能进行语音聊天，也就是说你不能留言呢，没有点赞呢，没有点彩，也没有评论功能。第四个特征，对话的内容是不能被记录下来的，也正因为它不能录音不能有回放了，所以你在用这个 app 的时候呢，有种无时无刻都在听 live 的感觉。所以如果你想要听到里面的话题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你得逼自己腾出一段时间了。特别是如果你没有拿到这个邀请码的时候呢，你就用不了这个 app。 然后这个 app 的话题性越强的话，那整个社交媒体就出现了一种什么感觉，一票难求的感觉。然后呢不明真相，然后在外面观望的人就会觉得，哇，这个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怎么话题性这么强这么夸张，大家都对 Clubhouse 感兴趣，结果它的传播力就很强很强了。那这到底体现了什么感觉呢？就是人民大众的一个社群恐慌症。也就是说你可能并不清楚自己错过了什么，但是呢恐慌在于别人有了但是你错过了一个东西。再通俗一点讲呢，就是例如你在刷社交媒体 IG Facebook 的时候，你看到朋友去参加一些你错过的社交活动，就例如聚会啊 party 啊什么，这种感觉呢就特别有体现在现在啊这一个大家想要进 Clubhouse 但是却拿不到邀请码这件事情上。在这一个传播力上我都觉得不正常了，所以说不得不佩服 Clubhouse 的一个行销方式真的很聪明。
那接下来说一下 Clubhouse 的优势和劣势吧。我们先从优势说起。第一点优势，听到很多行业大牛的谈话，大家可以在 Clubhouse 里面定好一个主题，然后可以邀请到一些领域里面很厉害的人，然后可以在里面听到很多有意义的内容，而且这些都是免费的。第二就是知识的横向获取，其实呢整个 app 就像一个大会场，大会场里面呢又有不同领域的小分场，不同兴趣的小分场，分成各种小会场。那你是一个在大会场的会员，你感兴趣的话就进小会场听一下，不感兴趣就悄悄离开。你可以听到这个世界上各种语言、各种专业的人的分享了，就是在这个 app 里面有一种直播性的连接全世界的感觉。所以即便是自己平常不怎么听到的、了解的行业，如果你偶尔刷到这些房间，你进去听一下的话呢，或许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一些收获和启发。第三个优点，更有亲近感。这个跟 IG 啊、跟 YouTube 不一样，有跟那个谈话者更亲近的感觉。就例如大家在看 YouTube 影片的时候，就例如这一部影片的时候，都是我预先刚才花了几个小时构思好的、制作好的，也就是说已经预先想好要说什么的了。还有后面的后期制作，怎么说都是有一种包装、有种被准备的距离感。但是呢 Clubhouse 能听到的是及时性的对话和反馈，是不可能有准备的。这一点呢能够让听众有一种更亲近的感觉。第四点，评分影响力。如果你要开房间的话，那基本都是跟其他人一起开，所以呢跟普通的直播自己一个人搞不一样， Clubhouse 基本上都会邀请一些朋友、一些 KOL 一起开始。那会变成怎么样呢？就例如一个 KOL 拉着另外几个甚至10个 KOL 一起开房，然后大家的粉丝都会收到通知一起过来听，结果就是所有人的流量都聚集在一起了。那一个 KOL 带500个流量，10个就是5000个，结果在同一个房间里面，这些粉丝又分散给其他的 KOL。 也就是说只要一起开房成为 speaker 的话，无论说不说话都有一起涨粉的感觉。所以呢这是一个比起任何的社交媒体都更容易分散评分影响力、扩充影响力的地方。但是呢个人认为这也不是人人能做的。我感觉 Clubhouse 是一个阶级性、社会分层挺强的一个社交媒体，这个呢我会等下在 Clubhouse 的劣势的地方这个环节里面再进行详细的说明了。第五个优势就是低门槛社交。用了2天，其实我最直观的感觉就是在 Clubhouse 经常看到现实或者是工作当中没有交集，但是互相知道名字，也活跃在社交媒体的其他 KOL， 平常可能因为领域的差异啊、工作上没有交集，可能就不太容易会产生一些交流还有对话的机会。但是如果在这个 app 里面的话，就很轻易可以在同一个房间进行聊天，就不会像之前那样从不认识到认识需要很正式，从发商业合作 email 开始，那认识人脉的门槛就会低很多。第六个好处，没有酸民，因为没有评论功能，这一点在所有社交媒体里面也是很革新的一个很好的优势。也就是说除了房间里面呢被指定成为 speaker 的人之外是没有发言权的。那到底有什么好处呢？那就是谈话的时候不会被很多多余的情报打扰。其实大家看过直播或者做过直播就知道吧，就偶尔会看到有酸民跑来攻击别人的 live 啊。如果 clubhouse 的话，基本是100%绝对不会有酸民的，除非 speaker 跟 speaker 中间吵起来，那是另外一回事。大家在 YouTube、IG 或者抖音直播或者看直播的时候，偶尔也会被这些阻碍的声音吵到吧。这不仅仅是对直播主了，其实对观众来说都不是一件很有益的事情，就是会收到一些骚扰信息啊、一些酸言酸语之类的。甚至不是直播的时候，平常做内容的时候呢，100%会收到不太友好的留言的。但是 Clubhouse 没有留言功能，所以酸民的酸言酸语是进不来的，而且也没有点赞功能、没有转发功能、没有点彩功能。如果观众觉得这个房间的内容很棒，想转发的时候怎么办？只能去其他的社交媒体去说这件事情。所以呢，现在很多人在 IG 限动发 Clubhouse 房间的截图嘛，反正就是因为没有留言功能、没有点赞、没有点彩功能，所以没有酸民。在这一点上去看， Clubhouse 是一个很温和、很友善的地方。不过呢，听到这里，没有使用过的朋友，我猜你在想啊，因为观众没法发言，那他们到底是不是没有发言权呢？其实也不是啦。Clubhouse 的房间里面呢，有一个举手功能的。如果房间的那个主持人他许可的话，那个观众就可以成为 speaker 跟大家聊天了。怎么说呢？有种像你在大会场的台下听人说话，然后突然中奖被指名了，上台去展示你自己，受到很大瞩目的那种感觉吧。所以呢 ，Clubhouse 真的跟所有的传统社交媒体都不一样，因为很少见，所以火爆。再加上它的行销策略，还有一开始找了科技圈的大牛过来背书，再加上只能用邀请码，只能用 iPhone， 大家都有种啊，知道门里面有好戏，但是只能在门外等的感觉。
那接下来说说我个人感觉 Clubhouse 的劣势不好的地方吧。其实一直以来呢，我都观察到订阅我频道的大家基本上都是对内容创作啊、自媒体创业、增加社群媒体粉丝这一方面感兴趣的。在这些感兴趣的朋友里面呢，又绝大部分是素人，也就是说目前处于还欠缺声量的状态。那站在素人的角度考虑，我觉得 Clubhouse 最不好的地方，个人认为啊，是社会整个阶层被最裸露的暴露出来给大家看的那种感觉。大家想一想，其实本身被邀请到拿到邀请码就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了，因为你得有这一方面意识很高的人的人脉，那个人脉别人还愿意花自己的名额邀请你，在早期能进来就已经是一件挺厉害的事情了。而且我个人感觉它有一个很 bug 的地方，就是原本的强者会越来越强。什么是原本的强者呢？就是本身在社群媒体有影响力的人会越强，这也是劣势的第一大点。因为原本就有影响力的人围绕在一起做一个房间，那当然参加房间的听众也会变多。一个 KOL 一下子带了自己500个人过来，另一个 KOL 参加同一个房间再带500人过来，那如果10个 KOL 参加房间，5000人一下就满了。对，没错， Clubhouse 的房间最多只能容纳5000人。然后呢，听众点开 Clubhouse 首页会看到的呢，就是自己追踪的人在哪些房间里面，而里面的页面显示顺序是由房间参加人数来决定顺序来展示的。原本人多的房间那就会越来越多人，因为你首页看到的第一个房间是那个房间，那人少的房间就少了曝光，也就是说马太效应很强，那最终就是强者越强的地方。然后这点其实还挺 bug 的，因为我觉得本身社交媒体社群媒体当初建立的初衷本身就是没有阶级的平等的，平台都会透过演算法提拔一个又一个有能力的素人上来，第一能够让个体成为更好的商业体，第二就是永远保持平台的公平性和新鲜度。所以最近这几年整个网络环境才会飞速成长，使得传统媒体衰落，自媒体普及，才慢慢的这个时代被称为一个个体商业的时代嘛。而且我们其实不也一次又一次见到很多，就例如没过多久之前还是个素人，透过一两年的努力，例如在 IG、 在 YouTube、 在 TikTok 或者写部落格成为了内容创作者，因为网络完全改变人生的案例嘛，就突然爆红的某一个人，突然爆红的某个店之类的，屡次会出现这种契机，还有这种社群的不确定性，然后看着一个又一个爆红的个体崛起的那种感觉。所以现在才是人人离不开自媒体嘛。刚才说的这些呢，是目前除了 Clubhouse 之外所有社交媒体都拥有的特征，他们透过自己的演算法实现的这件事情，这是让大众喜欢的内容成为一个病毒，不断的扩展出去，这样才能够让那个创作者自己能够透过一个内容啊，触及到很多很远很远的人，会产生这种效应。这个我觉得才是社群媒体很吸引人的地方，因为本质来说大家都是有机会的，都是很平等的。但是 Clubhouse 的模式是相反的，越强的人就会变得更强，至少在2021年的春天，此时此刻现在是这样的。发言者的追踪者、观众，首先在一个房间里面，这三个角色在一开始就定下来了。最上面的那一栏曝光最多的是发言者，有最大的曝光嘛，其次是发言者的追踪者，再其次是观众。那如果按照这种方式排的话，参加人数多起来的房间在观众栏就很难有曝光，所以层次就分得很清楚啊。那观众如果想要得到曝光，想要下课上往上走的话，那怎么办？那就是要发言者批准观众成为发言者才可以。但是事实上发言者也就主持人那一边吧，他们会以怎样的标准来选择举手的观众成为发言者呢？大概率结论就是看你的追踪数有多少，再看一下你的自我介绍的权威性和数字成果有多少，来决定要不要把你变成发言者。当然呢，我相信绝大部分的人觉得我只要在 Clubhouse 听到大神的分享就可以了，反正这个 app 这么有人气。不过呢，我相信至少订阅我的频道的观众们，很多人都是想不仅仅是一个输入的角色，你肯定也是想输出的吧。我不想一直成为一个素人，我也想在社群媒体里面产生波浪，聚集影响力，最后实现影响力变现。那如果你是这么想，可能目前来看对素人并不是特别友善吧。所以我刚接触 Clubhouse 的时候，因为很大部分我是站在一个素人的角度来思考这个社交媒体的，就会有点违和感。然后第二点违和感，我个人认为是资讯很杂乱，就例如偶尔会看到这样的情况，就是有影响力的几个人聚集在一个房间里面，没有主题的闲聊。那这些闲聊到底有没有价值呢？其实呢，基本上用户啊，包括在看影片的你，愿意花时间都是想花时间去获取有价值的资讯的嘛。如果是没有什么价值的闲聊，其实如果是闲聊的话，可以在 Clubhouse 设成私密，但是又设了公开，结果造成一种很现实的情况，就是闲聊都有人听，闲聊都可以涨粉，真的是有这种氛围。这一点呢确实是挺有违和感的。另外第三点，我个人觉得是有一点劣势的地方，就是它真
真的很花时间。如果能够当发言者的话呢，就可以得到瞩目，就有曝光，就能更快的涨粉。所以呢，只有本身性格就比较积极的人才会真的一直在去抢麦，想要做这个发言者。但是做了发言者，在 app 里面呢，等级就会划分得很清晰，就是啊，我是发言者，你是观众，有种自己在台上表演的感觉，然后就开始说话嘛。如果说出了有价值的话呢，甚至是说话稍微久一点，存在感就会变高，就会被记住，带来的直接后果和好处就是涨粉，或者只是单纯的大家关系很好，聊太嗨了，聊嗨了大家都懂嘛，就不想停下来。结果这种现象会变成怎样呢？结论就是一直在聊，3个小时、4个小时，可以很平常的聊很久。写这部影片的脚本呢，是昨天星期日的下午吧，就我第一次很认真的进了一个房间听别人讲话，还真的是直接讲了4个小时，从下午1:30讲到下午5:30。说实话，真的没有这么闲啦，就无论是观众也好了，还是发言者也好了。所以呢，说实话，我是比较怀疑，可能现在是 Clubhouse 的起步期间，大家都很踊跃跳进这个新的 app， 一起进房间聊天，拿到第一批先行者优势，增加自己的影响力吧。但是呢，热度稍微降下来之后，大家真的能够每天花好几个小时上去说话或者听别人讲话吗？其实自己的时间是最宝贵的，还有更多重要的事情可以做。所以我想说的是，如果你要做或者你想听 Clubhouse 的话，时间管理这方面呢得注意注意一下。虽然说进一个新的社群媒体拿到最快的先行者优势这个很重要了，但是进任何平台其实我们看的都是长跑，都是长远的发展嘛。所以我们总结一下这期影片对 Clubhouse 的一些看法吧。第一， Clubhouse 是什么？为什么这么火？它是一个只能用语音交流，不能用视讯，不能用文字交流的社交媒体平台。第二， Clubhouse 的优势，第一点，目前是完全邀请制的，也就是没有邀请码就不能用。第二，只有 Apple 手机的用户才能用。第三，只能进行语音聊天，也就是说你不能留言，不能点赞点彩，也没有评论，也没有转发功能。第四，对话内容是不能被记录下来的，结果呢会让你有种无时无刻在听 live 的感觉。第三大点， Clubhouse 的劣势，第一，听到很多行业大牛的谈话，第二，知识的横向获取，第三，更有亲近感，第四，评分影响力，第五，低门槛社交，第六，没有酸民。第四个大点， Clubhouse 的劣势，第一，阶级明显，强者愈强，第二，资讯很杂乱，第三，非常花时间。那以上呢就是玩了几天 Clubhouse 我对它的一些真实的想法，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特别是呢，目前出了这个新的社交媒体平台，结合一下自己的情况，可以思考一下自己有没有必要花时间经营这个全新的平台了，对你的事业有帮助吗？能够为你增加客户和收入吗？可以从这几点考量考量。那接下来呢，这个频道也会对类似这一种最新的自媒体，还有最新的行销动向，最新的网络创业项目进行分析，还有内容创作的。如果你对这方面议题感兴趣的话，那记得订阅，点开旁边小铃铛，还有小铃铛背后的点开全部要点下哦。还有呢，可以参加这部影片资讯栏的第二条链接自由者联盟，在里面呢，我还有其他的网络创业圈的朋友们也会跟大家分享很多 YouTube 不公开的最新资讯和教学的。那最后呢，祝大家春节期间开开心心，多拿点红包，我们过几天再见吧，拜拜。